2007年，一个名为用内裤换和平的运动席卷了澳大利亚、欧洲、新加坡、泰国等地。来自世界各地的妇女陆陆续续的开始向缅甸大使馆里的男性寄送自己装着无污染少女内裤的包裹。一时间，缅甸大使馆变成了维多利亚秘密线下零售店。这个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什么好哥哥、好人一生平安、福利大回赠，而是缅甸内裤党对缅甸军政府发起的一次抗议。对，你没听错，缅甸有个党叫内裤党，他在2010年时还是参加缅甸选举的正规政党。他们认为给高官们寄送内裤能有效削弱高官们的权利，而缅甸政府其实也是相信这一套的。缅甸政府曾在外国特使来访之前会将女性内衣或孕妇纱裙藏在特使下榻的酒店套房的天花板上，他们认为这样子能削弱他们的谈判实力。而在当今缅甸之所以会出现如此魔幻的现象，我们就得聊聊近代缅甸到底发生了什么。缅甸有段漫长的前殖民历史，这段历史由成就不算伟大的缅甸君王们交织而成，他们会替自己冠上生命仲裁者、巨壮等等谦逊的称号。19世纪戴英殖民了缅甸，从此缅甸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了英属印度的一个省。二战后由于戴英国力呈股市式浮动趋势，1947年英国被迫同意，一年后让缅甸完全独立。但独立后的缅甸一直都没有支棱起来，面对不断增加的民族骚乱，很快军队成了统一社会的力量。于是在1962年，曾创建缅军国防军的缅军之父通过军事政变，让原来的文官政府自愿把权力交给了自己。缅甸也迎来了他们未来20多年凭一己之力让缅甸成为最不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赖翁。赖翁的名字在缅语里是像太阳一样灿烂的意思，但大多数缅甸人会叫他老头子。而由于他很早就开始从事缅甸民族独立运动，导致他实际极度不喜欢西方的那套东西。一朝掌权自然要改弦更张，这其实是好事，但不好的是赖翁一心只有军队，并且被极端民族主义烧坏了脑子，实际治国能力比普通军阀还要老。对于国家面临的问题，他认为是时候该有人站出来让缅甸再次伟大了。从1962年起，赖翁撤销了前政府邀请美国和平队来缅甸的决定，停止了美国福特、亚洲、洛克菲勒基金会和文化团体的援助，同时还禁止了赛马、赌博、选美和舞会，认为这些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有伤风化，破坏社会秩序。然而这个人嘴上说的不要，但身体还是挺诚实的。赖翁本人很喜欢赛马，有时候还会去打高尔夫球。尽管赖翁本人玩得很花，但他还是想抽空振兴一下缅甸经济。由于在赖翁上位初期，缅甸国内黑市横行，而在黑市里人们有着大量大额钞票，本着处理问题就得把问题连根拔起的思路，赖翁突然宣布所有缅甸大额钞票不再是法定货币，直接一瞬间扫干净了无数缅甸人的积蓄。赔偿嘛，当然是有的，但这个赔偿就像是红烧牛肉面里的牛肉一样，不能说很少，只能说简直就是没有。赖翁上台后居然掌握了缅甸全部的权利，强硬的民族政策导致缅甸民族问题不断恶化。在一系列碰壁后，为了破旧立新，表示自己和旧时代的缅甸一刀两断，赖翁在1970年宣布从此缅甸汽车开始靠右行驶。因为缅甸曾经是戴英殖民地，所以以前缅甸一直都是右舵车靠左行驶，并且由于早年日系车在缅甸多过倾销，所以缅甸右舵车居多。于是乎在未来40多年时间里，你可以在缅甸街头看到一堆缅甸大老爷们搞着日本报废二手右舵车在缅甸街头靠右行驶，或公交车明明门在左边，人要从左边下却要靠右停车的神奇景象。而还有种说法说，当时赖翁宣布汽车靠右行驶是因为赖翁觉得自己走的政治道路太左了，咨询了一下詹姆斯，而詹姆斯建议把全国汽车改成靠右行驶，这样可以平衡一下缅甸政局，于是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硬核政策。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很扯，但现实里赖翁确实是个非常迷信的人，实际很多政策都要咨询詹姆斯的意见。而且这个症状随着赖翁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赖翁是靠着正面上台，所以他也非常担心自己会被一样的操作搞下去，导致他想方设法打击一己，树敌无数，只要上国家处于下坡路时，自就站出来猛踩了一脚油门加油下坡，挫败感开始出现，也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手下，生怕自己哪天被暗杀。在这种情况下，赖翁觉得是时候再去咨询一下詹姆斯了。在詹姆斯的指导下，赖翁深刻地了解到了为了实现延年益寿江山永固自己该做什么事情。为了避免血光之灾，他每天会在镜子前枪毙自己，寓意和昨天自己决裂，以达到趋吉避凶的目的。在枪毙自己的过程中，赖翁还会把狗的内脏和猪血洒落一地，以实现真实场景模拟。同时赖翁出行时也会为了回避灾祸，也会特意避开有狗的地方，特别是卷着尾巴的狗。因此赖翁每次巡视出访时，他的侍卫都会搜捕该地区的流浪狗。赖翁的迷信行为包括等不限于以倒退的姿势过桥以斥退邪恶，以海豚血洗澡让青春永驻，用天文馆夜观星象来做重大决策等等。
当时奈文特别迷信幸运数字。顺带一提，他认为他的幸运数字是9。桃儿觉得，如果身边的东西都和9有关，自己一定会得到好运，不但国家经济会因此起飞，还能让他活到90岁。于是极度缺少安全感的奈文决定更改币制。1987年，奈文宣布废除为了纪念自己75岁大寿而发行的75美元的钞票，转而开始使用面额为45和90元的钞票。原因是因为这两种钱能被纠正出。而你还别说，这种钞票颇有收藏价值。这一操作有效地锻炼了缅甸民众的数学能力。唯德美的东部注释，同年12月，缅甸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最不发达国家。缅甸开始和尼底非洲兄弟一决雌雄。因为很多人不相信政府常年把钱放在家里，而这次货币改革也没有对平民做任何补偿，导致大家直接没钱了。缅甸民众表示，我好不容易从上次的事情中缓过来，你却让我输得这么彻底。操！缅甸人终于受不了了，于是在88年，缅甸爆发了一场888民主运动，并且在8月8日举行了大示威，想用魔法打败魔法，一个9都不给奈温。而这次运动也直接导致了新军人集团发动政变，结束了奈温军人统治。奈温留下了缅甸，用缅甸俗语来说，有16000个问题。军人集团是唯一的受益者，军人中饱私囊，市场萧条，政府一度无米出口。在1962年前，有着大量资源的缅甸，现在却成了苏乞儿，拿着金饭碗要饭。如果不是奈温业绩这么差，也不会促成缅甸政坛最出名人物昂山素季登上历史舞台。昂山素季是缅甸国父昂山的女儿。当年他老爹因为得罪了缅甸国内狂热民族主义者，暴徒直接拿着冲锋枪冲进了昂山办公室，突突了昂山一声窟窿，还顺带带走6个部长。甘地兄弟直呼兄弟。啊，对了，忘了，甘地是昂山走半年后才死的。昂山素季的老公是英国人，而他也多年生活在国外。但很巧的是，恰逢1988年，他母亲生病了，他从英国回到了缅甸，开始照顾他的母亲。随后，国父军人身份很轻的让他卷入了缅甸政治。而缅甸新领袖昂山素季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一句话概括就是，他现在还不是新领袖。1990年，缅甸军政府确实宣布要还政于民，民主大选，但前提是他觉得自己是越南剔国族，十拿九稳。然而没想到，昂山素季拿到了485个席位中的390多个，赢麻了。最后输不起的缅甸军政府宣布选举无效，气急败坏的把昂山素季软禁了超过15年。真正上位的是1992年的丹瑞。而缅甸新领袖丹瑞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笼统总结就是，如果奈温和他比较的话，那99之尊奈温完全就是一个讲究科学方法论的唯物主义好青年。丹瑞上台后吸取了奈温的教训，采取了一些缓和军民矛盾、国外矛盾的举措。然而实际是形势大于实质，缅甸社会结构没有改变，各方面发展仍然很慢。同样是发展，别人坐车他跑步，别人吃饭他饮茶，别人拉屎他窜稀，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比，这个缅甸就是逊了。而丹瑞本人也极度迷信，丹瑞的名字在缅甸的意思是百万黄金。2005年，缅甸民间突然广泛出现了要改朝换代的说法，丹瑞马上就去求助詹姆斯。在詹姆斯的教导下，丹瑞也和奈温一样，深刻的了解了自己需要干什么。他当中将全国广泛传播百万金出去了的假新闻，寓意是让假百万金随风飘去国外，让真百万金自己能在缅甸天长地久。想法挺好的，下次别想。这件事最后闹得缅甸全国金价无端端成干跳，所有物价成火箭直冲太空。同样在2005年，缅甸军政府外交部副部长毫无征兆的突然对外宣布，缅甸政府决定即日起将首都从仰光迁移至内比都。同时许多公务员得到通知，第二天要去内比都工作，不去的话就去坐牢。历史上迁都的事儿不少，但这次可能是缅甸乃至人类历史上最让人迷惑的一次迁都。这次迁都的原因众说纷纭，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缅甸要把首都迁到一个布满疟疾和毒气的丛林里的小镇上。缅甸官方的说法是为了加强对于边远地区的控制，以及促进国家现代化的建设。而实际有可能是因为丹瑞的一个占卜师叶冠星向我表示，不迁都缅甸会有危机。顺带一提，丹瑞他也有幸运数字，他的幸运数字是11。于是为了好运，他决定在11月11日的11时11分，出动1100辆军用卡车，载着11个步兵团，由11个政府部门打头阵带头迁都。感觉他要是碰上双11，那一定会成为马云座下第一怨种。而后来，丹瑞在出席一些公开场合时，竟然开始装扮成女装大佬了，穿着缅甸传统女性服饰来进行自己的 T 台秀。当时来电视机前的人看得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丹瑞穿女装这件事后来引起了外界许多猜测，人们最相信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缅甸有不少占卜师预言缅甸将来会被一位女性统治，说的就是昂山素季。丹瑞非常讨厌昂山素季，于是丹瑞身边的占卜师给了一个化解方法，让丹瑞装成女的，并再表示缅甸已经有女领导了，昂山素季就别忙活了。有意思的是，2016年昂山素季仍然天命所归，成功上位缅甸。只不过
去年由北军方拘留了。缅甸老乡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法驾缅甸。缅甸这个神奇的国家，在梅西领导人的带领下，用着二流的牌打出了三流的成绩，但这不是个例，一代版本一代神，代代灭亡都拜神。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拜出一个以自己形象设计原型弄出来的神，掐指一算，或许才是这个国家的主流。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毕竟美国总统有占卜治国的好传统。相比之下，缅甸的魔幻历史似乎又增加了一些合理性，甚至一些小说都编不出来的离谱历史，发生在世界某个熟悉的或者不熟悉的角落啊。接下来这样的故事啊，我们有机会可以继续讲讲。还有就是收藏 NB 点赞。